花生花生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蛋蛋能免费获得友情了。我是一个菜蛋。嗯，你小子怕不是做梦吧？友情要是能免费获得，我就给所有的小粉丝把今天的作业全写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信你就看这个视频。妈妈呀，今天看到有人在爬那个娃娃机，问了才知道，原来爬到娃娃机里可以卡娃娃机的 bug， 只要卡成功一次就能免费抽一次盲盒。于是我也去试了试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首先我们先跳到这个娃娃机店的边边，然后慢慢的移动，这里小心点，不要掉下去。刚刚那两个人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，过来后从这个边边进入娃娃机里，然后对准娃娃机的口子跳进去，让系统误以为有人抽奖了。就这样一次不中，多抽几次，主唱要心，不是有手就行。跟我一起。Hello。我去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让我也试试。我们先上这边的二楼，跳上飞机的这个台子，然后跳上垃圾桶，从垃圾桶跳上贩卖机。上贩卖机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失误了，这是失误。完了完了，上当了，我的蛋米。